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619面，619面第一行。从当中看起，从第三句从这看起，第三句，信心坚定，智慧明了，于事无虑，于法无疑，故无有忧虑之思。这个地方，所讲的第三句，是况无他念，无有忧思。接着下面的，有自然无为，虚空无离。后面还有一段经文，我们还没讲到。信心坚定，要智慧，没有智慧，信心不要说是坚定，可能信心就没有了。现代在这个社会，男女老幼，我们细心观察，有几个人有信心？不要说别的，对自己，对自己有没有信心？所以，有很多人告诉我，现前的社会最严重的危机是信心危机，其他都在其次。这个话是很有道理的。又何况，事出世间法，要想成就，完全在信心的基础上。中国自古以来懂得教育，重视教育，对于教育下的功夫最多。叫什么呢？跟佛菩萨没有两样。佛菩萨教化众生，信心摆在第一，信为道源功德母，长养一切诸善根，这信心多重要！信心如果没有了，事出世间一切善法皆没有了。信什么？头一个是信自己。现在谁相信自己？
在佛法里面，第一个信是相信自己本来是佛，你才成得了佛啊。为什么？你本来是佛啊，这个人学佛一定成佛啊。在中国传统，古圣先贤教人，人性本善，这一句话意思就是说，人人都是圣贤，你承不承认自己可以成圣，可以成贤啊？这个是世出世间教学第一个目标啊。求学不是为升官发财，与那些事情毫不相关啊。中国传统就是要你成圣人，成仙人啊。佛法教育就是叫你成佛成菩萨，那你要不信就没法子了。欧益大师在《弥陀经要解》跟我们讲信，讲了六个信啊。净宗能不能成就，能不能往生，三个条件。第一个是信，第二个是愿，第三个是信。信在第一，没有第一，二三就没有了。有二肯定有一，有三肯定有一二，他才能成就，他才能证果。啊，你说这个多重要？啊，事法这个信就落实在四科啊，落实在五伦、五常、四维、八德。啊，所以中国在古代确实礼仪之邦。和谐社会呀，大同之治啊，这不是理想，曾经做到，在中国历史上，尧舜禹汤是大同之治啊，夏商周是小康时代。啊，标准的小康啊，夏商周啊，叫三代啊。啊，怎么成就的？通通是教育成就的。所以古人总结这种成绩，说了两句话。建国君民，教学为先啊，特别是佛法，佛要帮助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觉悟啊，破迷开悟啊。用什么呢？用教学。普门平沙讲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，
无论用什么身来实现，没有不教学的。啊，实现的身份不一样，方法不一样，方向跟目标始终没有改变，叫成佛之道啊！啊，落实在哪里呢？落实在三学六度。三学是戒定慧，六度是从布施、持戒到般若。啊，简单明了。那现在最大的困难，我们失掉了信心。由于失掉信心，我们的真心不能现前，全是妄心。妄。只能学到妄，决定学不到真的。啊，经典摆在我们面前也是妄。佛法说，一真一切真呢。如果是真心，没有一法不真。如果是妄心，连大乘经典都是虚妄的。这叫什么？境随心转。这个事情就难了。要真正能够契入佛菩萨的境界，大圣大贤的境界，用妄心是决定做不到的。一分真心，印光大师讲沉静，沉静是真心，真诚恭敬啊。真心里头有啊，妄心里头没有啊。妄心里头有傲慢，啊，又轻视别人，啊，对于一切人事物没有重视，啊，轻慢心，这就没办法了。啊，圣贤的典籍，随意的批判，这就是说，他对古圣先贤、对佛菩萨不以为然，甚至说他们的错误很多，他们搞迷信，他们不懂得科学技术，啊，他们留下的东西是一无所取。这样的态度来看他们的东西，他们东西在这些人心目当中一文不值。啊，圣贤人的境界，别说圣贤了，中国古圣先贤，你都没办法想象啊！佛经上不可思议，你无法去想，这是真的，一点都不错啊。所以谈到信心坚定这句话，我们感慨万千呐。啊，我们是从小父母教导，
啊，这都是在儿童的时代，啊，五六岁我还能记得，啊，学了一年，孝顺父母，尊师重道。啊，我记得第一天上学，啊，父亲带着我去，私塾，设立在祠堂里面，啊，万世宗祠，啊，在乡下了，啊，祠堂盖得很大，很庄严。一年除了有几次祭祖之外，祠堂是空着的，就多半利用祠堂办学。啊，只有一位老师教。啊，学生有20多个人，不到30人。啊，程度不整齐。我那个时候最小。啊，6、7岁到15、6岁，啊，每一个学生读的课文不一样，老师个别教学。第一天上学，啊，父亲带了礼物，束修啊，供养老师的。啊，到了他们的礼堂，实际上就是。祠堂的里面的祭奠，啊，祭祀祖宗的这个大殿，我们看到当中立了一个牌位，啊，很大的一个牌位，上面写着“大成至圣先师之神位”，就是孔子的神位。啊，老师坐在一旁边，同学站在两边。啊，父亲带我先向孔子牌位，行3跪9叩首的大礼。拜完之后，请老师上座。啊，父亲带着我向老师。行3跪9叩首的大礼，我们就是因为这个表演，永远记在心里。尊师重道啊！我父亲对老师3跪9叩首啊，那老师也不过30来岁呀，啊，跟我父亲年龄差不多。你说能不听老师话吗？啊，我们亲眼看到父亲对老师那么样的恭敬礼拜，啊，同学在两边，啊，个个都是这样的，每一个进来都要拜拜师啊，你说重复多少遍？这个印象深刻，让你永远记住。孝顺父母，尊师重道，这有这么一点点观念。啊，接触圣贤文化、佛教经典，才有这么一点成就。啊，你成就大小，完全看你沉浸心。印祖讲得好啊。我到30岁才看到这个印光文钞啊！啊，第一次读这个书在映红茅棚，刚刚把职务辞掉，跟禅云法师，
啊，居士身份。啊，法师叫我读这部书。第二年到台中，李老师送我一套书，打开来一看，就是印光大师文钞四册。啊，一分沉浸，一分利；十分沉浸得十分利。啊，出家之后，我出来讲经了。我讲过六祖坛经，我跟同学们谈过。神秀大师跟六祖多年了，六祖会下了。他是首座，是六祖大师的助教啊。可是六祖传法传个慧能，没传给他。啊，每个人都以为传给他。为什么？无祖传个慧能。我们用印光大师的话来说，慧能大师是万分沉静，他得的是万分利，而神秀大师可以说他是百分沉静，他得的是百分利，不一样啊。啊，我们跟神秀比的时候，他百分呢，我们顶多只有十分。那现在这些人呢，连十分都没有，那他就不如我了。啊，这叫一代不如一代啊！啊，如果你要问，什么样的条件？我才能够学到佛法真正的，所以说，像《开经记》上讲的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啊，我早年见张家大师第一次见面，我就向他请教这个问题。啊，大乘佛法有没有什么方法？能叫我们很快的就切入。张家大师叫我看破放下。没讲错。我们学了60年了。啊，金教爷做的不少，大乘经教佛确确实实是这样告诉我们。啊，放下见思烦恼，你就证阿罗汉；放下尘沙烦恼，你就是菩萨；放下无明烦恼，你就成佛了。你看，不是看破放下吗？啊，看破怎么讲法呢？事出世间一切法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《般若经》上所说的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，不可得。这是世尊3000年前说的。现代的量子力学家把它证明。啊，德国
普朗克博士，这是个量子力学家。他发表论文里面告诉我们，宇宙之间没有物质这个东西。那物质从哪来的呢？物质现象是有啊，为什么说它没有呢？它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物质从哪来的？从意念产生的。这跟佛说的一样啊。佛在经上常讲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这话讲的太多远了。精髓心传，为什么一切法从心想生？所以心能转境界。念头集中，它就能转。变魔术，说一个茶杯放在这里，可以把它移到这边来，那不是魔术啊，意念把它转过来的，就他意念能集中，我们不能集中，我们集中，我们也有这个能力，不但是从桌子这一边转到那一边呢，那能力可大了。所以佛说智性一处，无事不办都被现在科学证明了。我们如何建立信心，恢复信心，这比什么都重要。没有信心，人没救了。古人这个信心是从小养成的，他信父母，他相信老师，他相信兄弟姐妹，相信朋友，相信乡亲父老，他都相信，他相信这个世间人都是好人，没有坏人，所以社会和谐，社会安定，世界和平。现在整个社会乱了。为什么原因乱呢？信心失掉了。这是第一个因素。你这个问题多严重。信心没有了，智慧就没有了。他有的什么？他有知识。他没有智慧，智慧是从真心里头生的，知识是从妄心里头生的。妄心在佛家讲就是阿赖耶，八十五十一心所妄心呐，阿赖耶里面的业相。现在科学家叫它做能量，阿赖耶的转向就是意念，阿赖耶的境界相就是物质，有能量生，信息，有信息再生出物质现象。物质是意念生的，意念从哪里来的？现在科学家还没搞清楚。科学家告诉我们，意念是无中生有。这个话我们能懂。佛法讲得很清楚，意念是你的真心里面生出来的。真心在哪里？真心肯定有，没有真心哪来的妄心？妄心是一真心起来的，妄心就是阿赖耶。
啊，所以说能量、信息、物质现象全是从真心生的。啊，真心在哪里？真心绝对找不到。为什么？真心没有这三种现象，而能生这三种现象。啊，科学可以说已经达到明心见性的边缘，就差那么一点点，那他就成佛了。啊，但是他成不了佛。什么原因呢？佛说了，你要想见真心，要用真心，不能用妄心。那换一句话是，你要把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统统放下，真心就现前了，你就见到了。科学家就差这么一点啊，他现在还用思维想象在思考呢，这做不到。这个大乘经里面讲，他的极限就是到阿赖耶，那他现在已经到极限了。啊，所以现在我们要靠大乘佛法帮助我们建立信心。有了信心之后，回头再去学传统文化，你才真正体会到圣贤境界。啊，古人所谓孔颜之路，啊，孔子颜回之路去，那是圣人境界。那为什么我是用大乘佛法来建立信心呢？因为大乘佛法讲得透彻，讲得清楚。我们在这里用科学来对照，能生起信心。啊，传统文化不容易，传统文化的信心要从小建立。啊，现代的知识分子非常非常困难。啊，由此可知，传统文化跟大乘佛法都是讲求的明心见性呐。大学里面说，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那就是明心见性。啊，在亲民，在知遇至善。中国古代教育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达到这个境界，明明德，亲民，知遇至善，圣人境界，尧舜禹汤啊！啊，他们管理国家大公无私，天下为公。传贤不传子孙，啊，你看，尧传给禹，禹传给汤。啊，传个舜，尧传个舜，舜传个禹。那个时代是天下为公。啊，禹的儿子启确实是贤人。啊，得到大家的拥护。其本来也是想找别人的时候，大家说他儿子太好了，传给他以后就变成家天下了，啊，从大同就贬到小康了，啊，这中国历史上有明文记载，啊，是不是不好呢？好与不好都不能说，必须是。
时代的需要，人民的需要啊，所以制度啊，固然是治国之本，它不是最重要的，人是治之源也，人重要，人要是圣贤，什么制度它都是圣贤，圣贤之治，人要不善，什么样的好制度到他手上都变坏了啊！所以中国古人对制度是看在第二，怎么把人教好啊，这个是放在第一。人要有智慧啊，真正智慧开了，与世无虑。有知识还不行，有知识的人有律，他有义啊，这个律就是忧虑啊。有智慧的人没有忧虑，有智慧的人没有怀疑。释迦牟尼佛没有忧虑，没有怀疑啊。释迦牟尼佛是什么心？叫真心。真心是什么？这个经题上讲的清净平等觉，清净心、平等心，觉而不迷，这是真心。我们每个人都有啊，现在全失掉了，清净变成染污，啊，平等变成了高下。啊，就变成迷惑，就错在这里啊。啊，可是真心永远不会变，那变的是妄心，不是真心。只要我们把妄心丢掉，不要它了，真心就现前。啊，不用它了，真心就现前了。啊。我们看见色闻声啊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不执着，就是不用第七识，不执着，不分别，不用第六识，不去想它，不用第八识。真心就现前，只要你肯不用它就行了嘛。啊，那你是一想，我这东西不用，那我不是无知，我什么都不知道了吗？你错了，真正不用的时候，你什么都明白了。啊，过去未来你都明白了。啊，真心像一面镜子。照见呐，那不是想见的，不是分别见的，不是执着见的，照见呐，啊，他才能看到真相。真相是什么？无蕴皆空。啊，你们大家都心经，观世音菩萨，观自在就是观世音。啊，他告诉我。他是用身般若波罗蜜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现在世界灾难这么多，没有了，全完了，全都化解了，是真的。智慧一开，全没有了。智慧没有开的人遭难了，智慧开的人不受难了，他没有了。所以。苦乐忧喜都是自作自受啊，不是别人给我们的，也没有什么自然灾害啊。你了解真相就明白了啊，所以没有忧虑，
没有牵挂，没有烦恼，没有疑惑，没有疑惑就心性坚定。那我们再看下面的文，若有净宗，回过头来，就净土宗的教义，怎样理解这段经文？况无他念，万缘放下。真放下了，你在净宗要想成就，你不放下怎么行呢？要放下。行为道目这一句话是一念单体。无有忧思，那当念即是。这个解得好啊，完全用净土宗来解释。头一个要放下。事出世间一切法都要放下。为什么？它不是真的。如果不放下，那么你就是继续在搞六道轮回。你不想再搞轮回了，那你就得放下它。轮回太苦了，生生世世，这苦不堪言，尤其现在是现前的社会。我在这个社会上住了85年了。看得很清楚，很明白。有什么意思？有什么价值？有什么好处？就像《般若经》上所说的，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，不可得。80岁了，随时都有死亡的可能。中国古人把人生配合春夏秋冬来说，很有味道。人从出生到20岁，这年少啊，叫一个人一生的春天。20到40呢，是人生的夏天；40到60是人生的秋天；60到80是人生的冬天。80以后没有了，80以后。随时可以走了，这春夏秋冬啊，你都过完了，该放下了。放下到哪里去呢？放下到极乐世界去。先为道目，就是一念单体，就是求生净土，就这一个念头。除这个念头之外，什么念头都没有了。再有别的念头就错了。你应该要了生死出三界。80以上还不了生死出三界。无有忧思。什么烦恼习气统统断掉了。所以当念即是，这一句话的意思可深了。我们前面
学过，是一声佛号，万虑齐消，灵光独药，迥途根尘，沁然独存，何惜何有？古云无有有时，这对了。啊，所以就是一声佛号，啊，一部无量寿经，一声佛号，真正善根深厚的人，有福德的人，听到这个经呢，生欢喜心呢，真听懂了。他什么都放下了啊，就像《金刚经》上佛所说的，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啊，法是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法都放下了，不学了，只学这一部无量寿经，只念这一句阿弥陀佛，一个方向，一个目标，一个方向，西方极乐世界；一个目标，清净阿弥陀佛。啊，阿弥陀佛是本师啊！啊，我每天礼佛3拜，拜本师。第一拜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第二拜南无本师阿弥陀佛，第三拜南无本师毗卢遮那佛。为什么这么拜呢？释迦是应声佛，弥陀是报声佛，毗卢遮那是化声佛。佛有三身，法报应三身，三身是一身，一即是三，三即是一。啊，报身是体，啊，这个化身是体，报身是自受用，应身是他受用，教化众生的。啊，所以我们拜佛是这样的拜法。念念不忘，念念不离啊！啊，所以当念即是啊，一声佛号。如果我们有什么顾虑，心有不安，心有牵挂，心有烦恼啊，无论是顺境逆境啊，这个东西一现前，通通归阿弥陀佛。用一句阿弥陀佛同而代之啊，什么都不放在心上，心上只放阿弥陀佛，那不就什么事都没有了？这是什么境界？跟禅宗讲的灵光夺耀，灵光的智慧现前了，迥途根尘，根是六根，眼耳鼻舌身意，尘是六尘，色声香味触法。从六根六尘里面解脱出来了，这叫脱。这是化身菩萨的境界啊，沁然独存，这个独存是真心啊，或者说是化身啊，何惜何有啊，不但惜有不可得，没有了，然净也没有。啊，喜忧是六道里的事情，
染净是四圣法界的，四圣法界也没有了。故云无忧有死啊。这一大段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，现在继续看下面经文。自然无为，虚空无力，淡然无欲，作得善愿，静心求索，含爱慈悯，离异度合，暴露表里，过度亵渎。这自然两个字啊，贯穿全段。乃因摄得其中而自然如是。最重要的这一个字就是此地讲的中字啊，如何能够摄得其中？大乘佛法里头这个中字是中道第一，就是自信，就是真心，用真心，用自信啊，或者是用信德，一切都是自然啊。这个自然前面念老为我们说得很清楚啊，就是大乘经里面所说的法而如是，一切法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啊，你不要在这个法里头去起心动念，起心动念你就错了。为什么呢？一动念你就迷了，你的心本来像水一样，水很干净，没有染污，水很平，没有风浪，像一面镜子一样，外面所有境界照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那是智慧。你一动念呢，就起个波浪，那波浪就照不清楚了啊，水动的时候它就这个照的景观它就模糊了，动得越厉害的时候那就更照不见了啊。古人用这个比喻非常之好，所以用心要如同镜子一样，用心要如水。所以我们供佛啊，供佛供菩萨供具里头最重要就是一杯水，不是他喝，他不是喝的，那一杯水是表法，叫我们自己看我们的心跟水一样不一样，没有染污，没有波浪，表这个意思。供水就是用我们的真心去供养佛，他取这个意思啊。所以你供茶错了，茶有颜色，有染污啊，所以这个供具啊，这个杯子最好用玻璃杯，透明的，你看得很清楚啊。所以它是表法的，时时刻刻提醒我们自己，我们心像不像这个水这样的平，那就平等心，没有染污就是清净心。你看它照就是觉，
啊，所以一切工具当中啊，这杯水是最重要的。什么工具没有？就这一杯水，代表我们的这种真心供养。其他都是附带的，有可以，没有也可以。啊，我们得懂这个意思，这杯水就起很大的作用。啊，明白这个意思，古人有，现在我觉得比古人更有必要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古人这个桌子上摆的是文房四宝，文房四宝里头就有清水，它做什么用呢？洗涤的。比洗完字之后把它洗干净，洗干净的时候这个水倒掉要换一盆清水，那桌子上有水啊，那学佛的人这桌子上一杯水，让我们时时刻刻看到我读书是不是真心，我写字是不是真心，我待人接物是不是真心。好哟，这个妙计了啊。那现在要是做官的人办公桌上摆一杯水，啊，我处理事情是不是真心？是不是心像水一样干净，像水一样平等？那不就是佛菩萨在做官吗？佛菩萨在做事吗？就妙极了。那你不看不晓得，一看就马上提醒自己，啊，决定不能染污。决定不能够起波浪。那你就适得其中。用真心是中道啊。为什么呢？不偏不斜。你做的事都是好事，肯定是利益国家，利益人民。啊，决定没有利益自己的念头，有利益自己，这水就变染污了。啊，所以自然如是，自然无为者，不应造作，自然安住于无为法中，此真无为。若因造作呢，那就是有为法了。啊，那叫什么是造作？起心动念是造作，分别是造作，执着是造作。啊，用我们头脑去思考应该怎么做，怎么做造作，那叫有为法。啊，所有一切是因为我们自己思想设计、发明、创造，啊，去施工。全是有为法，不是自然的。啊，自然才叫做无为法。释迦牟尼佛为我们所实现的无为法。啊，他晚上住什么地方？大树底下。树下一宿。日中一时，啊，日中一时到外面去徒步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人家给什么吃什么。他过的是无为法的生活，他把无为法在生活上表现给我们了。啊，每一天教学无为法，释迦牟尼佛没有写过讲稿。没有写过什么大纲啊，没有先想一想的时候，哎，跟你说什么？没有。
你提出问题也没有想想我该怎么回答你，没有，都没有，全是自然的。无为也，无为而无所不为，无所不为而无为，这叫真无为法了，行吗？你肯干你就行，那你不干你就不行。为什么呢？在中国，唐朝禅宗六祖慧能大师给我们做了个榜样，在中国做的。他不认识字，他一生跟释迦牟尼佛一样。安住无为，也就是安住清净平等觉。慧能大师一生教化众生，跟释迦牟尼佛一样，没有讲稿，也没有写大纲。无论是一个人、两个人，还是众多的人，他一生作，随口就说出来了，把它记录下来，是一篇绝妙的文章。你让他写，他写不出来，他不认识字。世尊所有一切经典，他也没去读过。别人拿着经典向他请教，念给我听。念完之后，他给你讲解。无为呀，这什么？这智慧吗？智慧从哪来的？摄得其中，智慧就开了。稍稍有一点偏斜，智慧就没有了。中的意思，不偏不斜。丝毫偏斜都没有，这心在正。佛告诉我们，每个人都有真心，真心就是中，就是此地中的这个意思，也就是清净平等觉。为什么你真心现不出来呢？你有妄念，你有念头。你看，前年灭了，后年又生了，这是妄心，全是妄的。你真心从来没有露出一次。学佛的人、念佛的人、参禅的人、持咒的人、诵经的人，有经验。可能有很一刹那的那个真心，但第二年的真心又没有了，他保不住，他也能保住啊，他功夫就成就了，他保不住，有没有？有，真正用功的时候有，有这种现象，这个现象是好现象。自己要能够慢慢把它保持，就是时间给它延长。先是一刹，一闪就过去了。希望能把它保持几秒钟，保持到十几秒钟，保持到一两分钟，那就叫什么？那就叫定了。
这个定在佛经的名字叫未道定。要到家的时候，他就长时间保持了。你这个还不到家，只能保持很短的时间，就没有了。但是它是对你信心有很大的帮助。你有这个经验，你就相信真有真心，真有这回事情。心是定，定就是至心一处嘛。念佛，我就把心定在佛号上，就会产生这个现象。久久真的定住了。定住之后守住，不要把它舍掉。就会豁然大悟，他就开悟了。悟也不要欢喜，保持平常心。为什么？本来就是悟嘛。过去迷是自己错了嘛，这自己本有的东西找回来了，有什么值得可惜的？用平常心保持。为什么呢？它有小悟，有大悟，有彻悟。你不是大彻大悟大彻大悟要经过很多次的大悟，才能到彻悟。可是有这种境界，虽然不是彻悟，往生净土是决定有把握。甚至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，一点都不妨碍这个在佛法讲了生死出三界，生死了了。你要问我们学习要多长的时间才能够做得到？这个问题别问任何人，任何人跟你讲都是假的，都不是真的。问谁呢？问自己。自己什么时候放下？放下多少？你就问这个，你就明白了。如果像慧能大师那样，一下就放下，他放得真干净。在五祖和老和尚一句话之下，他就能够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同时放下，他成佛了。这种人不多。这在佛法里面讲上上根人。上根人做不到。上上根人，六祖慧能一生经过他的调教，大彻大悟，达到他相同的程度，有43个人，都是明心见性、见性成佛，但是不是像他那样。一次放下的，就是上上根人没有。他所教的学生有几个月开悟的，有几年开悟的，有十几年开悟的，有二十几年开悟的。但是开悟之后境界都完全相同。那么这就是他放了多少不一样到最后真的统统放下了，境界就平等了。所以他43个同学里头根性不相同但是都是立根，
不是立根一生达不到这个境界，一生达不到这个境界可就麻烦大了啊！为什么呢？你出不了轮回啊，还是在六道啊。来生当然它不会是人生，来生什么接着修，但是来生修至少要耽误十几年。那他投胎啊，再慢慢长来啊。啊，那来生的时候能不能预备好老师？啊，这套佛分有可能，但是不一定。遇到好老师，第二生可能会成就。啊，也可能遇到不好的老师，几个轮回一转，功夫就退了。这个东西麻烦了啊，进进退退，多少劫都不能成就啊，所以这个就是远远不如净土啊。净土法门好啊，只要稍稍有一点点小功夫就能完成。往生之后啊，决定不退转，在极乐世界可以说保证你一生大彻大悟，见心成佛啊！到极乐世界是保证版呐、啊。每个人在极乐世界学习成佛，早晚不同。啊，有人到那去很快他就成就了，有人在那要经历很长的时间，要根性不相通啊。实在讲还就是习气肯不肯放下，问题关键就在此地啊，彻底放下马上就成就。啊，释迦牟尼佛30岁在菩提树下，就像慧能大师一样彻底放下成佛了。啊，慧能大师在五祖方丈时彻底放下成就了。啊，你看衣钵就传给他了。啊，所以这是一种自然的现象。啊，有为跟无为一定要搞得很清楚。搞明白，虚空者指心如太空啊，开广无际，力垢无染，不受一尘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你的真心。你的真心就是这个样子。我们现在哪个标准？跟自己好好的核对一下，就知道啊，我们的真心完全迷了。头一个，我们的心量很小，不是像太空，我们心里能抱几个人？啊，喜欢我的我包容他，讨厌我的我排斥他。这是什么心呢？凡夫心，六道轮回心。佛经上所说，心包太虚，量周杀戒，那是说谁呀？说我们自己，不是说别人。啊，阿弥陀佛，心包太虚，量空杀，量周杀戒。释迦佛也如是，十方佛皆如是，你我他也如是啊，没有两样啊。
啊，那个心量小是心量小是烦恼啊，是习气呀、啊，是你的妄想分别执着啊。妄想分别执着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为什么要这么执着？明明你这一生可以去成佛做主去了，何必去搞六道轮回？啊，六道轮回本来没有，是你自作自受。啊，是你自己分别执着变现出来的。尤其是执着。执着一放下，六道就没有了。这个梦就醒过来了。啊，醒过来是什么境界呢？是四圣境界。就是说，从凡圣同居土，你一下就升到方便有余土。那方便有余土是哪些人呢？阿罗汉、辟支佛、菩萨、佛，他们住在里面。你升等了，升到那个境界去了。如果你还有丝毫执着，你就去不了。你在这六道里头啊，谁能帮助你超越六道？是你自己帮助你自己。佛菩萨没这个能力啊，佛菩萨有这个能力，我们不必修行了，用不着放下了。他也不帮助我们，他慈悲又何在呀？他没办法。所以佛菩萨能帮助我们，诸位要记住，就是教学，把这个理给你讲清楚讲明白啊，他是怎么样从凡夫修成佛的，把他的方法经验告诉我们，提供我们做参考啊，这是他真正帮得到的事情啊，帮不到他就说帮不到，他不会骗你啊，佛菩萨加持你保佑你，用什么？就是经教保佑你，经教加持你，你要真听得懂才行，你才能得加持，你听不懂你得不到加持啊！要用什么方法才能听懂呢？前面我讲了，要用真心，真心啊，至诚恳切的心来求法，你就会听懂啊，你读这些经文，你读这些注解，你就真正能体会到里头意思。啊，你没有真心，你没有真信，你听也听不懂。那听不懂怎么办呢？多听。一年没听懂，两年，两年没听懂，三年。啊，十年、八年、二十年、三十年，你一直听下去，慢慢就懂了。啊，我有那么一点真心呢，真诚心呢，但是我不相信净土啊。啊，我喜欢经教里的理论呢。啊，所以学佛在大乘经上搞了十几年才相信净土。但是要不没有那么长的时间，净土难信的。所以以后看到经文呢，这个法门叫难信易信。我体会到这个意思。那我学佛信净土十几年。啊，怎么相信的净土？我跟大家讲过，我讲华严，讲楞严，讲法华，才相信净土。
所以我这净土法门是《法华楞严》《华严经》把我引到净土来的。要没有这些大经大论，当年李老师苦口婆心劝我修净土，我很感激他，我没接受。我感激他的慈悲、真诚戒引。那个时候，我以为净土比不上华严、法华楞严。这些大经大论，所以时间精力用在大经上多，这个就不消一顾啊！小看了它了。到这些经典里面看到文殊普贤，这个是我们最仰慕的菩萨，最佩服的菩萨。他们怎么成功呢？原来都是念阿弥陀佛成功的。看到这些经文，汗毛直竖啊！这怎么回事情啊？细心学阅读，这就服了。到最后看到欧耶大师的《弥陀经要解》，他在要解里面说，释迦牟尼佛修什么法门成佛的？念佛成佛的。我们这是死心塌地，才晓得这个法门殊胜。再看这个经呢，就不一样了。以前看不出奥妙，现在再看，哎呦，字字句句无量意，字字句句是精彩绝伦呐！一切经都比不上啊！我要没有通过那样的基础，又没有人给我讲的这么透彻，这么明白，你叫我信可真难了。我从小要叫我信一桩东西，我一定搞得很清楚很明白，我才会相信。我没有搞清楚搞明白，我不会相信。所以小时候母亲也拜佛，但他不是学佛，只是上庙里面烧香拜拜而已。小时候带我们去到庙里烧香，一年城隍庙总得去个几次。阎王殿给我非常好的因果教育。可是长大了，不很大了，十几岁上学了，就不相信了，就认为那是迷信。一直碰到方东梅教授，我才回头，26岁。回过头来想一想过去，母亲带我去看的，我看到的、听到的，再回忆一下，感觉到有道理。尤其是迷信，迷信能传几千年，它没有道理，它早就被人抛弃了。所以我们对于这些天神鬼神就会认真留意去研究它，慢慢就了解了，用佛法来研究
很快了解什么？他是众生，他跟我们一样，我们存在，他也存在，只是不同空间为此。这科学所说的，那在佛法呢，是不是同在一个法界？啊，所以设法界，设法界不止设了，无量无边的法界。认真来说，就是科学所讲的空间位置。那从哪里来的呢？从分别执着来的。如果我们没有分别执着，这个空间位置就没有。没有什么，没有你就通通能看到，能听到，能接受到，为什么障碍没有了吗？啊，于是我们对所谓特异功能的人，啊，有些神通人，我们就肯定他，啊，他不是在胡造谣言，这是有可能的。啊，那对这些人呢，那我们得很小心谨慎。啊，是有可能，但是也有冒充假的，啊，这个一定要知道。啊，遇到真的没问题啊，遇到假的，那你要是听他的，你就上当了，你受骗了。啊，那要用什么心态来对待呢？要用智慧，要用佛法，要用圣贤教诲。啊，来判断，啊，他提供信息没有关系，啊，我们应该怎样接受这些信息？怎样啊，用这些信息带给我们好处，正面的，啊，不要受负面的这种伤害，啊。这个就要定要会了，啊，所以解决问题，我们是依圣贤教诲，依经典的教训，啊，避免错误啊。孔子说啊，敬归身而远之，啊，远不是阳气，远是可以接近他。要恭敬他，他也是一类众生。啊，要尊敬他，礼敬他，供养他，不能接受他的教训。啊，他里面有很多劝善归过可以用，给你讲修行的法门不能用，为什么？他出不了六道轮回。你依照他的方法修。你跟他同类啊，以鬼的方法修，将来你就变成鬼道；以天道方法修，你将来就到天道；以魔的方法修，你就变成魔道。他是你老师，你跟他学吧，不就这么道理吗？所以我们不跟他学那些，我们跟佛学。哎，他有东西跟佛经所讲的。啊，比如说不杀生、不偷盗，好事情，我们赞叹他。啊，我依佛教，我不是依你的教。这个界限要划清楚啊，你就不会上当了。啊，听到信息的增长见闻。啊，一定要把这个见闻。变成智慧而不是知识，这就对了。啊，所以心量要拓开，啊，开光无际，立垢无染，自私自利是染污，名闻利养是染污，五欲六尘是染污。
这个东西都不能要啊，要时时刻刻警惕。为什么呢？我们染污已经成了习惯了，我们的染污已经非常严重啊，时间非常久远，现在才觉悟，这个染污要是不除掉，不能往生。啊，染污越轻，往生越有把握，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品位会增高。啊，尽量要把它消除掉。啊，不收一尘，心里头一尘都不要放在里头。啊，心里面放什么呢？只放阿弥陀佛，或者是只放这一部无量寿经。你能把无量寿经念背二六十钟，时时刻刻，没有事的时候就背经，一遍一遍的背啊，或者是念佛，佛号不要间断。如果不念经不念佛，你的杂念就起来了。啊，杂念是继续搞轮回。念经念佛是决定生极乐世界。两条路摆在你面前，你走哪一条？这个我们自己要常常想啊，走哪一条路啊？时间不多啊，人生在世，活一百岁的毕竟是少数啊。古人讲的话，黄泉路上无老少啊。那我现在几十年不看报纸了。啊，没有学佛之前，我每天看报纸。这26岁以前。啊，我看报纸跟别人不一样。别人都是首先看天下大事，我不看这个。我看报纸上登的讣文。啊，哪些人哪些人今天走了，天天看这个，看这个干什么？慢慢轮到我了，我有这个警觉性。所以这个事也许就是过去生中有一点善根，生死事大了。每一天走的那个人不见得都是老人呐。有40-50岁的，有20-30岁的，都有啊，你去看啊。啊，这对我们有很大的警策。啊，学佛之后，我就把报纸丢掉了，不看了。啊，电影、电视，一切媒体，统统放下了。啊，看的是佛经之外圣贤书籍，看这个了。啊，对这个产生了爱好，所以不受一尘。下面无力，一发不力，好啊，干干净净的。这个一发不力是什么呢？就是孔老夫子所说的。述而不作，孔老夫子一生真的是一发不离啊！他老人家一生所学的，
所修的、所教的、所传的，通通是古圣先贤的东西。啊，我们也不要去标新立异去立法。啊，我们现成，简介现成的，下联句汇集的，黄念祖注解的，现成的。我还要立个什么？不需要了。我依照这个方法到极乐世界，去拜阿弥陀佛做我们的本师。啊，南无本师阿弥陀佛。去跟他老人家学学。啊，我再告诉诸位，他老人家也是一法不离。为什么？没得离点，清净心中一法都没有啊，你怎么会离一法？离一法会被科学家找到，就是因为他一法不离，科学家对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啊。这个道理一定要懂，一法不离就是真的真佛，立业法是假佛啊，佛佛道同啊，啊，自性是圆满的，圆满的智慧，圆满的德能，圆满的相好，立业法这东西全都没有了，就变质了。啊，不只是六道，设法界的众生都是立了一法立坏了。这一法是什么？我，有了我了就坏了。这个法立的不好啊！啊，没有我，我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所以《金刚经》教我们。把思想放下，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。不但思想要放下，思想那个念头都不能有，才干净。啊，所以后半部讲无人见，无啊、哦、无。无众生见，无寿者见，啊，见都要破掉，啊，我人众生的念头都没有啊。世尊给我们表演，教导我们，是随顺我们的意念说的，啊，说思想，说思见。他心里头没有啊，他是真心，一法不离。淡安，淡是淡泊，安是宁静。修道人一定要契入这个境界啊，淡。这才能随缘，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了。啊，随缘消旧业，莫根造新殃啊！啊，只消业，不再造业，你的业才能消得干净。啊，你在消业。同时又在造业，你的业永远消不干净啊！所以“淡安”这两个字就非常重要了，要淡泊，要安静啊，水流平满之貌啊，水流得很平，也满了啊，
这是档案的样子。文献，宋玉富说：“愧淡淡而便如。”这个意思是水波相及，相似相续，此于心力断肠，平满与平等圆满。这些都是自然的，本来都如是啊。啊，心力断肠呢，就是念头没有了，断肠是对立的。啊，真心是常，常住它永远，它不生不灭。所有现象是断灭的，啊，相是断灭的，作用是断灭的，体是常住的。啊，这是事实真相，要不要放在心上？不要。放在心上，你的心就变成阿赖耶，就有妄心。不放在心上，你没有妄心。没有妄心是谁？法身菩萨，华严经上讲的四十一位法身大士，跟妙觉如来，他们没有妄心，他用真心。真心理念没有念头啊，你怎么还会有个常念，有个断念？啊，这个念头没有了，啊，没有了，才是平等、圆满。平满是与平等圆满。智慧平等圆满，德能平等圆满，相好平等圆满，没有一样不平等圆满。在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是用他自己的宏愿修持功德，把平等圆满的相显示出来了，啊，来供养所有往生极乐世界这一些众生。他做大施主啊，他供养多少人，这个功德多大啊！诸佛如来都没有办法相比啊，真诚心完全是真心的啊，为这些众生讲经说法，让他契入究竟圆满的佛境界。事出世间讲到恩德，阿弥陀佛是究竟圆满。没有人能跟他相比。啊，我们发心往生极乐世界，亲近阿弥陀佛。这是第一大事因缘，啊，无比的殊胜功德了，啊，这一生有幸遇到了，
可别错过了，错过叫真可惜。那无欲欲者，大乘一章曰：染爱成净，名之为欲。尘是六尘，色声香味触法，这个境界叫做沉静啊。你对这种境界，言对色而对声，起心动念就染了，就染污了。因为你不知道六根是假的，六尘也是假的，都不是真的。啊，如果在这个里面产生爱，这个爱字意思很广，啊，顺自己意思的，你就爱占有，你就爱控制；不顺你的心的，你就爱他赶紧走。啊，所以顺逆境界都用这个爱字来代表。啊，就是说你有分别，你有执着，你在那里起心动念了，啊，那就错了，那就别就叫欲望啊。啊，所以爱欲常常连在一起用。啊，总是想顺自己意思，实际自己那个意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只是造业而已啊，很可怕了。啊，下面又曰：于言于受成欲。云云是梵云，梵云财色名食睡，你想受用它，就是你想控制它，你想占有它，这叫欲，这就是说欲啊，欲的意思。又居舍论云：欲为希求所作事业，这也是一种欲望啊。你有希望，你心有所求，求什么呢？你做的事业。六道里头谁不做啊？事业做得越大越好。如果事业是为自己，多半是在三途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他的这个念头啊，完全是贪嗔痴。啊，增长贪嗔痴嘛，贪心魔鬼道，嗔恚地狱道，愚痴畜生道，都搞这个了。如果你的事业是为别人，啊，为国家、为民族、为一切众生，好，这种事业的时候，将来感的果多半是天道。啊，是圣贤嘛，啊，将来往生天道，啊，但是都出不了六道轮回，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搞清楚，
啊，世间确实做大善事的人，啊，念念的为国家民族，念念为苦难众生，不为自己，啊，很多都做了天神。啊，神有一个意思讲法，大公无私是为神，叫神明啊，他走到那一道去了。很多是据此在经中学诸爱诸啊，于业无希求。不希求想这一些，通通都是属于无欲。啊，我们没有希求，也没有不希求，希求跟不希求都放下，一切顺其自然。好啊，你命里头有福报，自然。何必要求呢？何必要费那么多心去经营呢？老老实实经营，命里的有的全都会出现，命里没有的求不到啊。命里头有的，如果求能够求到，孔老夫子也求了。为什么他不求？他知道命里头没有求到。命里头没有了官位，求不到；命里头没有财富，也求不到。何必呢？啊，你所求得来的，全是命里有的。中国古人所谓“一生皆是命，半点不由人”呐，这个话说绝了。你真听懂了啊，你一生是安然。那怎么过日子呢？随顺众生。那普贤菩萨讲的，随喜功德，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，你过得真幸福啊，自在美满了。啊，如果遇到佛法，你这一生所祈求的只有一桩事情：解脱。我再不搞六道轮回了。啊，这一生决定要超越，不干这傻事了。啊，能不能做到呢？决定可以做到。啊，儒家叫人成圣，道家叫人成仙。啊，佛法叫人成佛，成圣、成仙、成佛不一样。啊，圣人在六道，啊，他们的果报多半在天上，啊，因为他们有断欲，他生欲界天。如果欲望断掉了，他生色界天。啊，所以中国的儒多半在色界天，道呢多半在无色界天。啊，佛他要脱离六道，所以佛家最小的果报，最起码的阿罗汉，阿罗汉不在六道里头了，离开六道。到四圣法界去了，大乘更高。啊，大乘多半呢，修一半法门，他到华藏世界。啊，念佛的生弥陀净土，啊，极乐世界，他到这去了。我们今天时间到了，
就学习到此地。